真的废掉，把尿打满，还有16媒体人，目前已经单人4排竞技模式，12杀了，兄弟们，这把应该是个玩了。你看这个圈儿又照顾我们，他们刚上山到这个位置，他们又下来了，下来的话应该要经过我，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最好的位置不是在这个浴缸房，而是在这个二层楼，因为我们可以卡他们，对不对？根据圈形，我们能判断哪边会来人，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队的行进轨迹就是往这个山上走了，那么他想一定要下来，下来的话就一定要经过我们。那我们找一个好点，二楼的话上去的话，楼顶的话不能上，危险。二楼可以待，只要敢下来，一个一个将其秒掉。好的。但是他们下圈好像不要过来，得下个圈。他们这边好像能待人，他们也可以回去的话就危险了，回去的话也可以。他们不行，我还得回去。他们到这个点的话，我也可以跟他们做邻居。没事，这个门这么近的话，一会儿直接跑进去就完了。这个人我可以秒他了都，但补不掉。现在补人很难补。橙子的酸狙没有连狙厉害，说什么呢？橙子从小玩大区，我能不懂玩大区？橙子从小住小区，我能不懂玩栓狙？对面都没烟底，但有树叶子。树叶别看可以挡住我对他的视线，也可以挡住他对我的视线。橙子从小就比差，他长大能不开挂？这边啊，上边。从小饭菜吃鱼翅，我能不懂一 v 四？卸胎了，操你猴子！你卸我胎，我要你命！我这饮料我都涮着呢。正好喝到游戏结束，没正好。
来了来了，下来了，一个两个，我操，这里边有一个，你敢信？我这里边居然摸个人了，该想打鼓的办卡。这边四个，我这里边怎么能进一个人呢？哎，找到浴缸房的话就能听到了。现在不知道我们这边有邻居，不知道几个人。多少人？人都在这儿呢。别来，别回去。别眨眼，别呼吸，你就看我急不急。
这人快呀，这个这剑拿下单人四排竞技模式圈外圈乱杀完成15杀刺激。我们是什么玩意儿的兄弟们，可以呼吸了，我们是冠军。下午6周一波帅呀、啊、兄弟们，大家有想，刚才有人问了，说主播怎么样提能提高游戏内的帧数，怎么样这个福利啊？回答你啊，兄弟，加屏幕上面微信啊，可以帮你提高二人的帧数，优化绝地求生，脚步放大，同款画质滤镜，然后呢，声音放，听敌人咔咔清楚啊，优化网络对线快捷一步。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面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免费领取福利，有可能是耐玩，有可能是加游戏，有可能是皮肤啊，加爆屏幕上面微信，我们是冠军。撬棍，撬棍的话一下砍头是必砍死的，落地上没甲没头的话。皮卡诺吧，皮卡诺绝对有 DBS 啊。嘟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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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OK， 落地 ，Barry 干，你完蛋。哦，你看这个赌场啊，还有这个皮卡多啊，是真的 DBS 绝对是有的，99%，老得劲儿了。抽剑，
操，他也有啊。把他就是扛走，哦，绑架喽！追上来吧！噔噔噔噔。叫你跟他要，你不直接冲我，那就让你。抱你队友还是得冲我，看到没？他开始不冲我，他想稳一点，结果把队友抱上来，你不冲也得冲了，知道吧？反正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冲我。软的不行，咱就来硬的，直接绑架他队友就完事儿了。双击两下是双击，哎呦我操！双击两下 F 是扛起，单独 F 一对啊。这个，别眨眼，别呼吸。直接完成，耶，穿刺。搞定了，走。噔噔噔噔，调完画质没有我的亮啊，你把亮度拉满，把这游戏里边的这个亮度啊拉满，有的人默认是50的亮度，你把你那个亮度拉满就好了啊，因为你们有的人默认是50，这个我们不会乱调，因为有的人调50调100的话，他会觉得很亮很亮，把游戏里边亮度拉100再试试就明亮了，这玩意儿拉满的话就会亮一点，有的人刺眼。我就像我游戏声音里边，我的系统声音，还有我的游戏声音，还有我的耳机声音，全部都是100，知道吧？全部都是100，但我们给你调声音的时候，就不会给你调成100，因为它会震耳朵，也就是说会变聋啊。我现在我现在在生活中都是聋的，但是呢，我不能给你们调啊，但我也会给你们调声音的话，就调一些声音，给你们稍微调大一点，但是不会给你们拉到100，知道吧？就现在我其实已经是瞎了啊，然后呢？也已经是聋了，就是在外边跟人说话呀，都得人家比如人家服务员跟我说，来来来来来，我说啊什么什么，我在靠近，我说什么，知道吧？因为我聋了，
但是呢，我付出的多，我得到的也多。我得到的是听到敌人的声音，非常的清楚，杀更多的人，有更多人看。但是咱们平常玩就不要模仿主播了，啊，这龙是必须的，这玩意儿干一行就有一行的职业病啊。所以说，你说主播这么亮，对吧？主播你们光看直播的话不会感觉，但你要像我一样，我一直盯着屏幕的话，对吧？有可能会有点伤眼吧，说实话。所以说建议不要太亮，你自己调啊，调个60、70、80这样吧。我是100，啊，这就叫专业，不是卖惨，我觉得应该的。噔噔噔噔噔噔，所以说你要是说要极致的话，没必要。我们是从皮卡多出来的，不来飞机呢？你这边收哈，收个318去，318、318、320。眼龙耳下，手麻腰疼，知道吧，兄弟们？也没啥，也就这点吧。主播也就这点吧。眼瞎、耳聋，然后手麻、手酸、腰疼。知道吧？腰间盘突出啥的，正常。嘟嘟嘟嘟。没戴，我没戴眼镜，是我不戴，我不近视，我瞎是瞎，不近视。我聋是聋，但是能听着，知道吧？不来飞机是吧？还有37个人，没事，这把够我们杀的。主播肯定不是为了赚钱呀，我不是为了赚钱。你看今天咱们的榜上，连100块钱都没收到，连100块钱到手30，连主播连30块钱都没赚到，不为了钱。咱就是说，都哥们儿，知道吧？自从我直播那天起，我觉得我的任务啊，就是给兄弟们带来欢乐，让兄弟们看得爽一点，我觉得也是，对吧？也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钱不钱？你看我挣多少钱？你看我一天收个飞机吗？咱也不提这事儿，知道吧？办卡也不提，靠这直播不为了钱啊，没那么俗。都哥们儿，都哥们儿，知道吧？对呀，咱们加微信的话，也不管大家乞讨，对，也就是说让大家加微信的，让大家优化一下电脑啥的，对吧？也帮助你们，对吧？我也赚点小钱儿，赚点小外快。大家微信是不是？也同时也给大家送福利，就加屏幕上面微信，领个加油器啥，对吧？虽然也是一份小礼物，然后呢也能在你们没有加油器、没有皮肤的时候顶一下，是不是？然后你们加微信也主播，对吧？也不能白送啊。是不是？加微信之后，比如10个人加了啊，有一个人真的需要这个调试电脑了，找我下个单儿，对吧？调完之后，咔咔好评，你又舒服了，提高了帧数，我也赚点小钱，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知道吧？
也不要大家干刷什么的，那像女主播 PK 一下，打打活动啊啥的，咱们都不打，咱就加加微信得了，都哥们儿，都穷哥们儿。以后卖袜子啥的，来咱这买双袜子，是不是？这也算支持。怎么没有空投呢？收也收不着好玩呀。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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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卖不卖擦屁股纸？以后会卖的，放心吧。啥都卖。我车呢？失忆了，我操！哦，在这儿呢，终于逮着了。直接注意点预告房啊！这把人这么多，没有枪声，也没有空投，什么意思？来了，哦，扎脸了，来个，哎 ，M 七三，狗都不玩，给幼着玩。对，只死了一个，算了，先上楼吧，里边人有点多。人呢？我靠！这三个人头给我拿的。舒服的一批，独倒了一个，他好像最后一个了。
哥太美了，无所谓，在圈内怕啥呢？是。这人哪来的？我车胎真被卸了吗？不能再开了啊！有摩托，这个位置好可以开。这边有人啊，标点在这边。他妈，我在坑里面呢。哎呀，麦田雀单人四排的噩梦啊，兄弟们！绝对不是甜品群。哎，这边是啥呀？操！哦，这边那个山上，直接干过去得了，也没得选了。单人四排也别扯这里根扔了，就直接干了，没什么选择了。我在这个厕所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干这个防区。
操！又来了一堆，这是新三个耶。本来三个呢，没死全吧？本来这三好像差一个。看他没死，幻影术哈，好六米的人，跑哪去了？哎呀，来 ，C 圈，我也用柚子的三连单子换个天命圈，柚子哥。妈的，没换成啊！这柚子，柚子这单身也不行事儿，七个眼两个雷够了，也不够。我看那标点那个房区有没有人啊？只能去那儿了，没得选择了。差点有人，那只能去那儿了。干了！应该太爱带。我操，牛不牛逼？这开车，我远点一个。一打四打一，左边一个，右边还有俩，搞了，这队四个人就剩一个人了。好了，这个人也挺猛的呀，这个妹控扶起来了，扶起来又毒倒了，一了两个，红城 PK 了。把车保一下，火车 PK， 不好打呀！这操，这个人塞进号，把人投掷物捞起来，好的，他没有。
非常的难啊、哦！下圈没化妆，我直接开这隐蔽打他。用步枪隐蔽打还用喷子呢？用步枪嘛，他应该拿妹控点我，他换枪来不及，我直接拿回去那锁他。别眨眼，没有呼吸，兄弟们，荒村避开。真男人大战啊！他就趴在那个小坡后的。大家都是三一套啊，看谁破了谁的招。如果我这把吃鸡的兄弟们可以，可不可以加一下咱们屏幕上面的微信去领个奖品，兄弟们，呵呵，领福利还得我吃鸡才能领啊、哦，真的是。来，兄弟们，冲了！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兄弟们？直接一个隐蔽刀，非常的，非常的按剧本走。我们是冠军，直接拿下单人四排竞技模式，46杀射击，帅呀！这玩家直接冲到这四个人，杀了三个啊！小六烧一波，兄弟们，屏幕上面的微信加一加啊！现在任何人加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免费领取福利，兄弟们，有可能是耐玩人的福利啊，懂得都懂。叫就走一波，哎，聊嗨了，这房居原来居然有人呢。大爷，还要钱吗？还要吗？要个屁也要，命都没得了。Try to leave, try to fight all the things inside my mind, but we will stay together. I'll try to push, try to part, try to break us from the start, but I'll be yours forever. Oh, I will follow you through the dark, through it all, and nothing I can do, honey, I'm set on you. Cause if tomorrow跟我跳 B 级不吃鸡，我吃屎。目前三连击战绩可查，直接一号点随图完购。
装什么呢？好吧，大一枪没事，你们再顶上点了。我来扶，我来扶，找个地方躲一下。Nice！ 来来，我这楼下，别进去，我在外面呢。这里边好像有人。有一个。强行钢枪，那气势不能输，必须得干他一下子，是吧？你说呢？有包吗，宝贝儿？包吗，宝贝？没事，能扶。待着有时间啊，家人们。屁股挺香啊。喜欢就好了。有药吗？给你两瓶水，给你两瓶水，没有包。去扶他吧。完蛋，不是吧，兄弟们，这爱好真操心，这么多人到，整活大队啊，这是又当爹又当妈，外边来人了好像。哦，他就杀我队友那个 IE。 哎呦哈，200油桶。什么枪啊，这个这个的包就是个喷子了，装备转移。那个水坝下，水坝下对离我们最远的一个支点，那个石桩呢？喵的，头偏了一下，还没打中。这把必须带路人吃鸡，兄弟们，我有信心。你跟我装什么呢，我的宝贝儿？我三刀，兄弟们。你我高架上面啊，两个小心。
这尼玛这栏杆好烦。走走，跟我来，跟我来，咱们该走了，要不要一会儿要没人堵死了。走走走。Follow me, follow me。右边的高架桥那个人是被我打残了的。尼玛，我连个背包都没有，这里好穷啊！穷呀！我的个妈！要不一会儿就得被毒死了，就得。这边收，再收呀！这边被收，快点，直接收啊！绷带都是好东西，我娘！嘿，一个没偷到。这边应该有车的。很显然没有，跑跑跑，这边找车。找车开过来，开过来。你在路人有了负担，肯定不是啊！我来开车，他们都扶我两次了，家人们。我给你们点绷带，来来来，兄弟们，一人来八个，来来，然后一会你们坐车就缠就完了，一人来一个。不收车费了，这把就别收车费了吧。别收了，兄弟们。天真屋，下播回复你啊，下播。等我下播，助理没在，助理这两天他不在，下播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我的宝。好，这是个什么操作？这中途跳选手倒地不起，这是什么操作呢？打大包啊，哥们儿，这打不会毒死你的。三号选手因为自己的失误而导致整个队伍的速度拖慢，现在他心里很自责。
这把还是蛮艰难的，你还别说。 这血不够呀，到前面这个坑里边打包药吧，车没有油了，多少有点尴尬。 开这个摩托，我去开前面蹦吧，你俩开摩托。我不想坐摩托。那你不会想坐蹦蹦吧？不坐摩托坐蹦蹦，这他妈在后边直接人没了。 他的98K 的弹夹怎么在外面？路人的这个鸡我必须带，就在这个加油站。我操！叙利亚小车，叙利亚战车，快快快快！ 他会打我们脚的，进来。后边最后一个。 直接完成一v4，全我杀的。我操，这边失血秒了俩，我跟你讲，我要倒了，队友绝对完蛋了。得亏我那个时候我差一丝血，我还能杀俩，太吃鸡了。这队他妈太猛了，我操！叙利亚战车你知道吗？我操，就是咔咔续你就完了，冲过来了都直接。 裤裆肯定是湿了，裤裆那必须湿。
按喇叭，我操，还往上撞呀！不动，一车，下来吧，下来吧。我一个车。现在就剩十一个人了。啊，冲了，发了灭 ！Go go go！U is and eat, is follow me, 来吃 go, biu biu biu, OK。什么玩意儿？大火耗子！来我这边来，来我这边点，往我这边来，兄弟们。不好打呀。别冲，别冲，别冲，别上去。那高楼还有人呢。三头我都没见，他怎么就剩一身血了？你他是不是？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没有退路了，外边已经禁毒了。哎你算了，有车不开无所谓的，这个圈要什么车那开哪儿去。还有五米的，击倒一个，击倒一个 ，Go Go Go， 发了面。右边那个人能打到你刚才杀那个人的点，他在补那个。我补的。对对对，刚才你帮我补的那个人的点，右边那个人能打到。声音离得不很远，不是很远。把你的烟雾弹给我，你有烟雾弹吗？把烟雾弹丢下来。
烟雾弹。就那边两个加防区一个没了，过来过来。我操！一 v 二了，不好打呀。来吧，宝贝儿，我看看你们俩有多猛啊！一打二教学，先找位置啊。烟猪恶鬼一打二非常简单，没什么难度的。非常简单，大家不要眨眼，看我如何吃鸡。我操，这俩人呢？人呢？喂，不对吧？应该不是一打一打一吧？这几个烟白丢了，白扔了这个烟。说实话，别眨眼啊，兄弟们，别眨眼，别呼吸。绝对是那种一动不动的王八，兄弟们。趴那种树后啊啥那种王八，你知道吧？他应该知道我是主播，然后不敢出来，而不是一打一打一，所以说这烟还是有必要起的。哎，我真都服了，人呢？玩呢？人呢？给我两枪威，比这得劲儿啊！这多吓人呐！人呢？都他娘大反斜！应该知道我是主编吧？下个圈就没法进了，主要是。
哎，人呢？玩呢？这俩绝对是一对的，我跟你讲，他俩就是刚开始就是，哦，在这儿一个，我看看到到了，一，看到了，好像那边右边，对对对。灌雷，直接。还有一个呢。操！石头，看到了，看到了吗？只有石头那能藏。是我们什么玩意儿？我们是冠军，失血直接极限，当然是玩意儿。我是十三杀四七，我们什么玩意儿？我们是冠军，全体起立！啊、关注发弹幕是十个小品，感谢观看，就是这么帅，就是这么的帅气。全体起立！感谢牛仔哥哥的办卡，关注发弹幕有奖品啊！带路人世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可以呼吸了，兄弟们，可以了，可以了，赶紧呼吸，别憋坏了。赶紧呼吸吧。是被你的声音构成线，温热蔓延，爱多少个午夜肆无忌惮，对梦狂欢，无意追逐，无法止步，热度包围了我。All I wanna do is
轻轻一个吻，我疯狂地回，气氛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稍微些安全感，做我的心愿。I know you want it.以我的手指靠在中间，环绕过你天使般的脸，这感觉实在太危险，能否再对我温柔一点点，不忍心再带你去冒险。为什么不等他们来浴缸，我忍不了了。哎，应该三个全打倒了，差一箱嘛。就好了，老乱码了。这边这么多人，必须干了。人多就是刺激啊、哦！最近感觉这些人都刚枪了，好爽啊！那落地都得死一半，得劲儿。大家都不运营了。我操！我在楼顶没枪，救我！救我！趴楼顶了。我直接趴楼顶了，没有枪，他还在楼下呢，救我救我，我没有枪，我在楼顶，对，最顶上，你直接从一楼来，他好像在二楼，他应该不会来抓我了，他不敢。算了，不演了。开麦了呀，不开麦我这自己跟自己说话呀。这怎么这么凉啊，今天加水了。这空都别想了，我也不想拿了，我就干人家是吧。
但没有三件套是真难受啊，上把被两枪连续点，哎，老可惜了。绝对有队友，拔掉大满。我操！这么金喷的都。这人要一旦要残血呀，他就慌，你知道吧？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打了。这个时候就冲他就完事儿了。哎呦，第一个打死的居然有三级甲，真是够可怜的。兄弟们，我们是什么玩意儿？狮城小霸王，我操，这个车看到没，开车之前它动了一下，狮城小霸王不是狮城小王霸，刺激飞机好的哥，加油，吃鸡飞机，那这把不稳了吗？喝口水去。等会儿点，空投来了。这空投必须跟紧，要不都不知道他哪掉哪。
我操，车跑，这空投也跑啊！我俩都跑了，没人抢，那么开心的吗？这把鸡了，兄弟们，我宣布本场的冠军是橙子，直接找一个浴缸。直接冲往浴缸啊！我都见到浴缸就走不动道，知道吧？就是要走浴缸，浴缸永远的神。现在可以喝水了。收获容易，圈儿不错，就在这儿了。这圈儿说不定说在哪儿了，就在这儿了。这儿不错，接下来就靠我的吸圈法术了。这么多烟，那必须拿呀。不拿烟是对烟的不尊重，一旦对烟不尊重了，那就完蛋了。 AK 跟762哪个好？三枪，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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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我的发，三枪都不使，玩个毛啊，怎么玩呀？三枪不应该是死了吗？我一枪33滴血都打不到啊！怎么玩？这就是不改变的后果。这跳我他妈小窗都跳不上去。没扩容，刚找到节奏，哎，哎，打人我不行，补人我一篮的，我打人我打不着，我还补不到啊，别人的人头最好了，你知道吧？不稳定位就别人的了，但我自己的我就不想打。哎，别人的人头永远是最香的。别人的永远是最香的，知道吧？走吧，这里边这有一个浴缸房，我称之房子为浴缸房，没。
我操，有人在等我的车呢。给他了，我走了，我走了。希望你不知不要不知好歹，不要打我啊！车就给你了，小兄弟。我们不是捡漏王，我们是浴缸王。来了一顿巴黎，OK， 无敌了，兄弟们！这样看来有人，我直接去世。来啦，又是西圈的来啦，这把三级套 DBS 大炮八倍，这把还不吃鸡，吃五百金石，话放在这啦，大家不要走，看我吃鸡就好啦，宝贝儿。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浴缸。你把先欠的五万金，什么时候欠的五万金？五万金，得五亿金了吧？哎，腰射也能上，也腰射不用跳好像就能卡窗，就在跳的过程中腰，那没事了。翻下来了，那没事了。
卡说技术下流，一点都不一流。来啦，这就吸大圈，这就吸圈呗，这就白给鸡呗，那能咋办呢？就白给鸡呗，送我嘴里来，我能不吃吗，宝贝儿？这要是不吃鸡，真的没脸做，没脸做成了。变身浴缸王，包少爷来了，他在浴缸里面的最里面小房间二楼，最里面小房间的二楼，二楼最里面，二楼最里面，冲冲冲，就一个二楼最里面小房间浴缸，二楼最里面小房间，二楼一大禅一师，浴缸里面，浴缸里面，浴缸里面的最里面小房间插一枪，在我后面打药呢，救我，救我，救我，在浴缸里面的最里面小房间直接开枪，他没血，完了。我看到有人，看到有第二队来了，我直接当场跑浴缸里来，就这，没有人能在这杀得掉我，好吧，在这我是无敌的，我这么说吧，以后叫我什么，叫我什么玩意儿，以后就叫我浴缸王吧，兄弟们，浴缸王在线，老经典场面了，兄弟们。经典在线，子弹是够用了，我操，头是五六啊，这里边应该是轻段的那个，全都是 M 四。真就吸圈呗，就都吸圈的，就吸圈体质呗，就硬吸呗。
这一波各种躲子弹，兄弟们，必相线躲子弹，你们可能不知道多刺激啊！四排竞技模式17杀吃鸡，我们是什么玩意？我们是本场的冠军。观众主播发送弹幕，给兄弟们送10个免费的奖品，大家关注发弹幕参与一下，感谢兄弟们的观看。我们不是冠军，我们是冠军。主播这么厉害的原因，能看到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主播啊，主播的画质是经过细心调整的，帧数也变高了，知道吧？帧数变高了，画质变好了，脚步变大了，玩的也变厉害了。那么怎么才能跟主播拥有同样的设置呢？加屏幕下边的微信啊，好吧，提高优先的帧数，加屏二微。死了。这剑，这必杀，说，站住了，兄弟们。
好了。TBS 哦1897帅不帅宝贝儿，宝贝我帅不帅宝贝，我们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是喷子王。哎，为什么我打的这么帅没有女粉呢，兄弟们，这女粉怎么最近跟女的特别的无缘，你知道吗？为什么呀？这边有妹妹吗？卡个房管有吗？我看人家的这个就无论是这个什么多少人气的主，多少粉丝的主播，人家直播间都有几个那种啊女房管陪着他，哎呦这就有啊，我就没有呀。就直播间没老妹儿吗？办两张卡给你上个房管聊聊天啥的。有没有老妹儿啊？就喜欢橙子哥哥的，陪我聊聊天啥的。人家那么多粉丝，那么多女粉，咱这就不行呢。这咱们得这重点啊，重点啊，研究一下重点啊。什么叫饥渴呀？什么叫饥渴呀？那没有才饥渴呢，也不是说饥渴吧，叫迫切。按理说我这个操作来说的话，他应该是有一群女孩子想跟我玩游戏，总该是想的吧。你起码你不想干嘛，你不喜欢打游戏的哥哥，但是你想跟打游戏厉害的玩游戏，总该是有的吧。就我的微信都已经这个半年没有见过女人了，兄弟们，什么情况？感谢宝贝呱呱的办卡，感谢呱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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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兄弟们儿。已经开始诱惑女粉丝的，诱惑也没用，怎么都没用。我什么招数都使了，我这么帅，打游戏这么厉害，不应该，你知道吧？就有点超乎了常理，就离谱。什么叫自恋呀？这是这个应该有的。你长得这么帅，也是有这种想法。办卡上房管吧，办卡上房管，你得是女孩子啊，谁知道你是男的是女的呀？
加我微信，这个聊聊几天再说。谁知道你是不是男的？哎呀，你怎么能证明你是女的呢？是吧？哎，确实，都吓跑了，算了吧，兄弟们，我还是喜欢男孩子。骗人是吧？你得证明你是女孩子，我才能跟你上房管呀。这位呱呱小同学，我认识的呱呱可都是男孩子。这把应该也能吃个筋儿啊，兄弟们。这个楼的话，找什么楼守呢？也没有这个浴缸楼了呀。去哪儿呢？这个图哪里好守？其实也就是这个长条房有操作空间了。不是这种房型，是这个那种房型。等下个轩吧。好，我们直接过去。那个房子我们可以一打八的，外边楼梯很难上，他们会很慢的。来了，萨诺教学，一个好的点位也可以一打四哦。DBS 不能，没有什么墙都没有必刷点。这图也没法捡空投，就趴这儿吧。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尽管提。加油，平凡哥哥，我会加油的。不管你这把能不能吃鸡，永远支持我，幼稚。难道你要反右复成吗？啊呸，反成复右。